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Faith Connection. Gracias por sintonizarnos en la conexión de fe. Obrigado por sintonizar a conexão da fé. 谢谢你收看，星星灵节，在这里我们帮助你跟神灵节。 你好，我是罗牧师。我今天很高兴跟你分享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们要讲的讲到的主题是要将强壮胆，在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。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年代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有好多软弱的基督徒，可是要告诉你，神要我们很强，他们要我们很勇敢。 今天我希望这个今天的讲道能给你这样的鼓励，因为我们能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能看到约书亚他真的是很强，然后他很勇敢，然后神一直带领他，也帮助他。你知道我们的神不偏待人，如果我们也很勇敢，我们也愿意靠我们的神，我们真的能做好多奇妙的事情。请你跟我一起分享约书亚记第一章。 1到9节，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，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：“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，和众百姓过于约旦河，往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。”第三节，凡你们 脚将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从旷野和这黎巴嫩，直到幼发拉底大河，和人的全地，又到大海日落之处，都要做你们的境界。你平生的日子，必无一人能在你们 前站立得住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你向他们列祖、祭祖应许赐给你们的地。第七节。 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自由左右，使你们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第八节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们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 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第九节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 同在，我很喜欢看这样的经文，因为你看，无论我们去哪儿，神能帮助我们，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他告诉那个约书亚，他做这样的事情，他都看了摩西，他刚死了，然后他们需要一个领导，然后神拣选了约书亚，因为约书亚真的爱神，他好好跟随神。 所以神告诉他，你现在可以带领这些以色列人。他们说可能是二百多万人，他要带领。但是神给约书亚这样的命令，你要装强壮胆。我要告诉你，今天神要我们也做这样做。你可以看在这个年代，我们有好多问题。 我们看，我们有最近在美国有好多飓风，也我们看了一些地震，然后我们看了一些战争，还有这些恐怖分子，我们有看这样的事情，好多人都是害怕，他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很糟糕。不过我要给你一个鼓励，我们所有的事情还是在我们的神的手中，我们应该有一个勇敢的心。
今天我希望鼓励你也有一个勇敢的心，因为我们看了这个经文，他真的是能看我们。你知道那个约书亚，他看了好多奇妙的事，他看了那个摩西，他都是带领这些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然后他们叫这个红海开了，然后他们过了，然后他们在那个埃及的法老，埃及的军人还有法老追着他，然后他们在这个红海，然后这个红海收回了，然后他们都淹死了。然后你可以看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很奇妙。后来他们在这个旷野里，然后神都是给他们一些鹌鹑吃，一些玛纳吃，然后他的衣服他的鞋子不破了，然后40多年都一直照顾他们，然后他们看水从石头来的，他们都是看这样的事，然后他们派他们去这个迦南地，然后他们看这个迦南地就是一些流奶之蜜的地，然后他们看这样的事情真的很丰富，然后12个间谍十个说我们不能打，我们不能克服这个地方，因为人太高了太大了，但是加勒与约书亚说我们可以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真的，如果神说了，我们真的可以能做的。所以后来他们都是开始打仗的时候，神给他们一些胜利，然后他们看了这样的胜利的时候，知道神与他们同在。你知道今天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认识耶稣，如果你承认耶稣为你的罪舍埋葬了复活，然后你接受他，让他做你的救赎主，我要告诉你，你也应该很勇敢。你应该知道神爱你，神给我们这样的类似的，跟那个约书亚一样。你知道，麻烦你看那个以弗所书3:20，神能按着运行在我们的心里一个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你知道他给我们很大力充充足足的。现在好多人都是不满足，不要告诉你神能给我一个充充足足的。我们只是如果我们都能靠他，如果我们都能相信他，然后我们让他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一个奇妙的事，我觉得你能看到我们的神真的是真实的。他很喜欢做一些奇妙的事，他很喜欢带领我们，他很喜欢赐给我们好多的祝福。那你说罗牧师，我怎么能接到这样的祝福？第一个，我要你理解，你不能，你别只想你过去的事。你知道，那个约书亚，他看了摩西死了，然后他真的是有一点怕，他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他看神一直带领摩西，也做了好多奇妙的事情，帮助摩西，但现在。神说你别看摩西，现在我要带领你。你可以看在这个约书亚记1:1说，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能的儿子约书亚说。所以你可以看神，如果一个人做了然后他走了，神也用约书亚也用你。现在我们也可能有一些困难，我们也可能做了一些不好的事。不要告诉你，你别思考你的过去的事情。过去的事情是过去的。你知道我们的神，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。雅各书1:7-9都告诉我们这个事情。如果我们愿意承认，他愿意赦免。所以如果你说我不要思考 我思考我的过去的事情，我要往前走，我要告诉你我们需要这样做。摩西神告诉约书亚摩西已经死了，所以我们就是要往前走。我知道我们有好多条件，我们知道有一些困难，但你知道神比我们的困难比我们的条件更高。
如果我们有一个信心，我们真的是能克服，我们就需要往前走。你知道在那个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章第二节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先，你看这个，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，往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。起来，他要你起来。你知道在圣经里面，好多人都需要起来。雅各他需要起来，要去那个伯特利。撒母耳他要起来，需要要告那个大卫做这个王。尼希米他要起来，要做一个墙，保护耶路撒冷。约拿需要起来，往尼尼微给他们一个警告，要悔改，要不然会灭。那个浪子他要起来，要回去他爸爸那里去。保罗他也起来，他是在这个大马士，然后神耶稣在他的面前，然后他告诉他起来。你可以看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六节，我就战惊稀奇说，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主对他说，我要告诉你，主也对你也来说，起来，起来，清晨去，你所当做的事，必有人告诉你。我要告诉你，我们有一个勇敢的心，我们应该起来，我们不应该在旁边，我们不应该就坐着，我们不应该就是有一个担心的心，我们应该有一个勇敢的心，不应该有一个失望的心，我们应该有一个勇敢的心，我们应该站起来。现在我看在这个年代的时候，好多人都是坐着，好多人都想要别人做。不要告诉你，我们不应该这样做，我们应该起来，然后往前走。然后我们能看到神对我们做好多奇妙的事，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肯定会遇到一些问题，一些困难，可是如果我们往前走，我们能看到神的能力，他的大力，约书亚他都看了，他都发现神是一个伟大的神，他是一个可靠的神，他可以相信他的应许。你可以看在第三节，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，凡你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。每一个他的脚上都是踏了每一个地，神说我要把这个地给你。你要看，你是个基督徒，你都承认耶稣为你的罪死埋葬的复活，你接受他，让他做你的救世主。我要看你也往前走，神能帮助你。不要告诉你需要按照他的旨意，不按照你自己的旨意。然后你说，神，我真的想要有一个勇敢的心，我真的要你使用我，然后我要你使用让更多的人信耶稣，然后我想要使用我做好多奇妙的事情，跟约书亚一样。因为约书亚看他的神是一个很伟大的，他的神很想要使用他，他的神在他的困难中跟有好多敌人，他还是要帮他克服他的敌人。我们真的需要站在神的应许上。你看，我们有他的话语，他的话语给我们好多的应许，他的应许都是真实的，一个都不会漏空，一句句都不漏空。圣经都说了，如果话说神说什么，他的话是100%应验了。我们看这个的时候，我觉得是我们可以站起来，然后我们可以看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一个奇妙的工，人能看到一个真实的基督徒，一个勇敢的基督徒。我希望在这个年代，我们真的需要勇敢的基督徒。现在好多不同的国家，我看了有受到很多的逼迫。我看了一些伊斯兰教的国家，他们都受到很多基督徒被杀了，被砍头了，但是他们还是愿意站起来，他们还是愿意做一个很勇敢的基督徒。我要告诉你，神真的能使用我们。
他真的想要我们是这样做。我记得我是在Oklahoma州学习我的神学院。在1889年的时候，那个美国的政府他们想要把 Oklahoma 变成一个州，所以可是没有人住在 Oklahoma 州，所以他们做一个法律，然后他们说在1889年4月22号他们要搞一个活动，然后5万多人都排队，然后他说如果你去这个地，然后你去他了这个、拿了这个地，你过了几年这个地都是你的，你知道林肯都是这样做的，所以你知道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是做了这个地，他们就能 得到，不要告诉你我们也是能得到，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地，你的就需要逃，你需要就是往前走，说神我要扎在你的应许上，我要抓握这样的应许，在那个出埃及记第23:31，我们能看到一个很奇妙的，我要定你的境界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，又从黄河直到大河，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们的手中，你要将他们从你们面赶出去。然后你可以看那个申命记19:8，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的面前，你们要进去得这地，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其实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。我们都看在这个时候，他真的是与他们同在，他真的是说你们 不要害怕，我们已经给你从亚伯拉罕500年之前我给你这个应许，你就需要往前走，然后以色列人都能看到神的话语真的是真实的。我希望你也能这样理解，我希望你能明白神的话真的是真实的，他可能在你的生命中他也想要做一个奇妙的事情，但是你需要一个勇敢的心，你需要首先第一步把你的脚第一步都走了，第二步然后往前走。你可能有一些事情发现在你的生命中你都很难过，对我来说我很难过，因为我以前20多年都在中国，但是现在我不能回去中国，但是我知道所有的都是在神的手中，但是神还是给我这个机会在电视里能跟你讲，也鼓励你往前走，别放弃，我们的神是一个真实的神，他爱你，他希望你能接受他，让他做你的救世主，因为如果你能做，你能理解他与你同在，神都是告诉那个约书亚，在约书亚记1:5说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我也必照样与你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我希望你能理解，神不会撇下你，他不会离弃你，他跟摩西一样，他同在，他跟约书亚同在，我要告诉你，他也跟你同在。你知道，你接受耶稣，让他做你的救世主，然后你相信他，然后你都知道他为你死，埋葬了复活，然后你让他做你的救世主，我要告诉你，他不会离弃你，他就是要带领你，他要你跟随他。我希望你认识他，我希望你能接受他，让他做你的救世主，然后看他能做好多奇妙的事情在你的生命中，有一个很大的能力，然后他是一个个人，因为他都是在他个人都跟他在一起，你知道我们的关系都是这样，我们很深的关系，好像只有我是一个唯一的人在这个世界里，神还是要爱我们，也会为我祷告而为我死。我真的希望你也会理解这样的事。
也你知道他在我们的面前他是永久了，他不会离开我。你知道耶稣他进入我们的心后，他永远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有的人以为如果我们做错了，神会离开我们，不要告诉你他不是这样子的，他会永远在我们的心，他很了解我们。因为我们是被得救的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，我们被得救是因为耶稣做什么，他都是为我们死埋葬了复活。所以因为他是这样做，所以我们都知道我按照他，我们都他是在我们的心是永久，他不会摇动。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勇敢的心，好好跟随他的话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就是说，只要刚强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们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应许，他就是说要强刚强壮胆，大大的壮胆。你看这样的经文的时候，我真的希望这个能鼓励你，我真的希望这个能帮助你做一个勇敢的基督徒。我们在这个年代真的需要勇敢的基督徒，他们不要怕这个世界，不怕魔鬼，不怕困难，不怕挑战，就是要说神，我知道你爱我，我知道你拯救我，所以因为按照这个，我要相信你，还相信你的话语，然后我要往前走。现在我也这样做，有的时候对我很难过，我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中，我的爷爷奶奶，我的外公外婆，我有两个妹妹，一个叔叔，他们就走了，我也有一个孩子也走了。可是我要告诉你，神还是能带领我，他还是能保持我，也能帮助我，我不要放弃，我要往前走。我希望神能给我一个勇敢的心，也我希望神能给你一个勇敢的心。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，你真的不理解我今天在讲什么，我希望你今天能接受耶稣，让他做你的救世主，就承认你是个罪人，承认你是违背神，然后承认耶稣为你的罪死埋葬了复活，然后打开你的心说，神，从今天开始我要好好跟随你。如果你是这样做，你能看到好多奇妙的事在你的生命中。不但是我们要做一个刚强，我也是说在这个时候，撒旦他真的想要我们改变，他想要我们失败，他想要我们绝望，他想要我们放弃。可是我要告诉你，我们不能放弃，我们不能坐着，我们需要站起来，然后往前走，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，然后他看这个的时候，我们能看到好多奇妙的事情发现在我们的生命中。你知道神的话语真的是一个非常好，在这个诗篇119篇89节，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，直到永远，他不会改变，他的话语不会改变。And 我就要告诉你，真的是一个很勇敢的。And 如果我们都可以跟随他，我们能看到神一直在带领我们。你知道最后我们能看到在约书亚记第八章第八节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一切的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你看这个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那个律法书是这个圣经，我们不能把他的圣经离开我们，因为这个圣经真的是有力量，
因为这是神的话语，这个跟比其他的书不一样，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生命中的说明书，它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的需要。And 这个生命的需要是什么呢？需要耶稣基督，需要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如果我们能理解这个的时候，我们能知道神爱我们，然后我们能知道神想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一个奇妙的工，他想在你的 生命也做这个奇妙的工，被都是得看你。你知道你的最大的障碍是谁呢？这个最大的障碍是你，不是其他的人，是你。因为只是你选不选择说声我真的想要你使用我。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靠你，从今天开始我要往前走，也不放弃，我不靠我自己，我都是靠神，然后靠神对我带领一个奇妙的事。然后我希望你给我一个回信，你跟我联络，看神真的是真实的，因为我真的有信心。然后你能看到很多奇妙的事情，很伟大的事情在你的生命中。那在这里我要快结束了，可能在这里有听到这个讲道，他真的不知道耶稣是谁，他真的不知道他在做什么。我要告诉你，他为我们赐在这个十字架上，他是一个真神，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办法，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拯救，这是耶稣基督。你愿意接受他吗？你愿意接受耶稣为你死埋葬了复活？如果你是这样做，请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。这个祷告不是拯救你，信你，信神是拯救你，不只是能代表你的心里的话。在这里我们一起读，亲爱的耶稣，我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，配得去地狱受惩罚。我相信称你唯一可以拯救我的神，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，并且第三天复活。我现在真的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并且愿意悔改所犯的罪，请你原谅我，原谅和饶恕我，有一天带我去天堂。我愿意打开心扉，请你进来做我个人的救主，请你帮助我从此为你而活。谢谢你拯救我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如果你祷告这样，你真的相信耶稣为你的罪死埋葬了复活，请你跟我说，我真的想要听一听你的信息。我很喜欢你能有一个勇敢的心，神能做好多奇妙的事情在你的生命中。因为我们的神都爱我们，他很渴慕跟我们有很亲密的关系，他很想在你的生命中做好多奇妙的事。我真的爱你，我真的很高兴跟你分享，谢谢。谢谢你收看《星星灵结》，在这里我们帮助你跟神灵结。